Hello， 大家好，品世间酒，聊杯中事，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，我们的老朋友老天森哥。大家好，今天这期视频厉害了，因为刚刚拿到的 Aston Martin 的22年，立刻就把他的酒给开了，我今天特别特别爽，因为我都没喝到呢还。所以呢，今天先帮大家去做这个盲品，那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两瓶酒的介绍给大家放松一下。波莫酒厂他们自己种植麦芽，采用地板发麦，可以说苏格兰现在采用地板发麦的酒厂已经非常少了。那波莫是其中一个还使用传统方式的酒厂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们家的特殊味道。这瓶18年陈年在美国波本桶以及西班牙的雪梨桶中。波莫22年是波莫酒厂和 Aston Martin 合作的第四款酒，酒的灵感呢来自黄金比例。这款酒的酒液有在 First Fill PX 以及雪梨桶陈年了21年，酒液占的比例有 61.8%， 剩下的酒液呢酒龄超过35年，有在波本桶、皮诺香桶以及白的波特桶里面使用的是 Second Fill 的 Oloroso 桶陈酿的，酒精度数为 51.5 度。好了，两瓶酒的简单介绍已经帮大家放松过了，有什么期待吗？其实我这个我已经扫视了一点点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觉得哦，就是马上又再买了一瓶。然后呢？那你觉得它跟18会差多少？差挺多的。其实他们两个的风格还不是很接近。好吧，行，你别说了，我们喝吧。我觉得不要说太咸。对对对，那请导演赶紧帮我们把酒倒上吧。好了，大家已经把酒倒好了。我第一个闻出了海鲜市场味儿。我觉得波莫它的烟熏味，它不是那种海鲜的那一类的，它更多的是……哦，现在有了。对，那种木头的香气会多一点。嗯，闻这个酒有点累，由于导演倒的有点少，要使劲儿仔细闻。对，导演知道这个酒是我喜欢的，他不敢倒太多。你看上次那个格兰菲的，我的天，他恨不得把半瓶都掏进去。我的天哪，他怎么可以那么烟熏呢？波莫18的烟熏就是这样，我一直很喜欢波莫18，就是因为他后面的这个烟熏，哇，真的绝了。他真的只是一丢丢的甜，然后全是烟熏。其实前面它那个水果的香气那些是有一点，我就说后面它直接到后面它就直接啪，都是烟熏的味道。那个酒其实不厚啊，不会很厚。波莫它的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它这个烟熏，它这烟熏真的是哦。所以十八年是你平时喝的吗？对，我平常我最喜欢是喝波莫的是，就18年这烟熏是我是最喜欢的。日常喝的话，我肯定不会选这个酒。因为它一点都不甜，它有点太干了。其实波莫整体来说是偏干的，对，它跟拉伯格比的话，它整体它会更偏干一点。那估计你这个你也可能不会太喜欢，因为它也更干。还好我没买，让我先喝喝试试。它更干，这个整体你看闻香气它是没有什么太出来，它那个酒精感出来了，对，它香气没有怎么出来。然后这个酒是需要放一下，是它这个雪梨桶闻着一点都不像别人的雪梨桶，不是那种很枣子的雪梨桶，淡淡的，然后淡淡的一点点酸酸的味道，淡淡酸酸，然后没有焦糖味，它融化得很好。哦，这个酒哇，然后这个酒好喝，然后我再喝，这个酒非常好，非常这比刚才那好多了，比它加强版，整体风格是一样的。它这个就真的烟熏，然后是那种木质调烟熏里面的香气，然后这个呢是就水果蛋糕，然后夹的烟熏，然后油脂，哇，就全部混在一块的出来的味道。这个厚，对，所以这是化开的，对，它整个会比它深的一个等级的感觉。而且还是干的，不甜。这个干我觉得 OK。对，这个也不甜。这不
甜，但是它前面的那个味道很爽，嗯，所以它会就是延续到后面，就觉得后面好像没有那么苦，那么没有那么干。刚才那个前面已经结束了，它就开始后面的那些，所以我觉得衔接的、就是、它显得它的烟熏更重了。就18年的话，它的烟熏会更重一点。这个是可以说是整体下来，它会更有头有尾，对，会更平衡一些。它整个吃那个波本桶的香气吃的特别多，就那种油脂、杏仁、奶香，所以这些是波本桶的香。对，它在波本桶上面的香气吃的特别的香，所以它用的波本桶应该是非常好的那种桶。18年不喝，22可以、哦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这个真的是很好，非常好喝。哎，我们之前喝的18年，我不是说也挺好喝的吗？嗯、好喝，我觉得也好喝。但是今天在22之前就没有。也好喝，我觉得这个18年还是好喝，18年依然是我的日常用酒之一。这个不好买啊，关键是现在它那个整个的市场价应该会越来越高。现在这已经我觉得很贵了，500-600。其实刚出来那个在卖400多。那也很贵了，400多，然后现在已经高的已经可能要去到600-700了吧。好，先你会推荐哪个？22。22。那也会推荐22。毫无疑问，22。好，请导演先帮我们把酒摆上来吧。行，来，我们先揭晓一下刚才喝的这两款酒啊。刚才第一个是18年的宝墨，我这款酒大概售价是170-180的样子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拿到手的 Austin Martin 的宝墨的一个22年的一个限量款，然后市场售价刚才他已经说过了，买便宜了400-400多，400多，对，正常在卖应该是500-600，好贵呀、啊，22年500-600。而且它21年现在已经涨到可能得700-800多。你说 Austin Martin 就这一个版本，21年，因为它那个是先出的，然后这个是今年才出来的。哦，我发现 Balmer 上了年纪的酒都很贵，但是它拍卖市场上呢，买的人又不多，因为它表现并没有很好。可能喝，我觉得喝波姆的可能有点类似于像我就很喜欢喝波姆，嗯，一直来我只喜欢喝它的18年，嗯，这是另外一款22年啊，我觉得好喝的，嗯，然后其实我平常我只喝它的18年，嗯，那像其他的年份我一般我不会去碰它，嗯，对，所以可能会挑了，很挑人的一款酒，对，会比较挑，因为它这个酒又干，然后那烟熏味又重。说真的，可能不是很多人会喜欢它这个味道。包姆酒厂其实并不大，产量也很小，但是毕竟人家是百年大厂嘛。英国女王最爱呀、啊。英国女王口味真重。嗯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今天很开心能喝到包姆的22年、嗯，虽然已经没得可以给我买了，没关系，我蹭他的。行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，记得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然后据说是买阿斯顿伍马丁会送一瓶这个酒。Who cares？ 我特别想给你一个白眼。阿斯顿马丁随便搞一搞就是20万加，你送我多少瓶我都。他们说会送一瓶这个酒。